期我们会讲解八和九月出生的朋友们的幸运配色以及穿搭。那么我们赶紧听听看舒元老师怎么说。新年快乐，龙年吉祥如意，衣着的颜色可以直接为我们带来好运气。出生于阳历八月九月的朋友们，你们的衣着幸运色彩是什么呢？出生于秋天的 baby 们，你们金的能量很强，性格浪漫讲义气，很容易因为身边的人而烦恼。那你今年与甲辰龙年的木土能量有土生金的旺相，所以呢，龙年会帮助你改善你的运势，增加你的财运和权力。你的幸运色彩呢，就有黑色、浅灰色、白色，还有金色。如果你想要更精准的了解每一天的幸运色彩，你可以参考炫老师的分享。八到九月出生的朋友，你们是属金的哦，恭喜你们今年的红包钱可以花在别的地方啦，因为你们的幸运配色是黑、灰、白还有金色。虽然他们是万能配色，可是你要把它穿得时髦是挺难的，所以 Alex 可不可以帮帮他们呢？好，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呢，其实是最容易搭的颜色，可是要搭到好看的话，还是要聪明一些，你要选一些剪裁比较对的。例如说，你上半身穿的比较宽松，可能你上半身选一些比较贴身的，对吗？对，就是穿出层次还有比例啊。好像刚才老师有提到金属色，我觉得金属色呢，可以是用局部来点缀就好了，比如说一些小饰品，好像手表啊，或者是小首饰之类的，这样也很 OK。还有刚才那个 Celine 的衣服，你记得吗？哦，记得。上衣的纽扣其实就是金色的元素。哦，果然是花小心思。那么八到九月出生的朋友们，你们想要把黑灰白穿得很时髦，记得 Alex 讲的话哦。